超夯韩剧《鱿鱼游戏》风靡全世界。Netflix 除了在日前宣布将推出第二季之外，更加码宣布新计划，即将制作真人实境版《鱿鱼游戏》。鱿鱼游戏要从电视剧变成实境秀，意味着参赛者可以身临其境体验影集中的各种场景。目前规划推出十集，而且一样会选出456名参赛者。最后的赢家可以夺得$4,560,000，大约1.4亿台币的高额奖金。而且全世界的民众都可以上网报名，唯一条件就是参赛者必须会讲英文。影集中比赛输赢有关生死，不过实境节目里没那么残忍，最糟的下场就是眼睁睁看着奖金被别人抱走。얘기중입니다얘기중이고 Netflix 와도얘기중이고머릿속에이제어떤그냥기본적인베이직스토리라인정도가있고요그냥베이직그냥플랜이브로드한플랜이있고여전히브레인스토밍과정에있고요 Netflix 在上个月公布2022年第一季财报，显示11年来首次订阅数倒退，流失200,000订阅户。这次 Netflix 宣布推出有史以来最受欢迎影集第二季，是否能挽救颓势，得看民众愿不愿意买单。质量云综合报道。相比病毒共存的话，当然要必须要配套啊。所以呢，用旺旺水神来防疫，有效能够保护您、保护自己、保护家人。防疫不能等，请赶快上快点购。买的时候记得呢，输入呢秀秀的推荐代码 CTI 666 CTI 666，希望大家做好防疫。